设备呢，最特别的是只要你是前三名，你就可以直接晋级百人初选哦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那在这边呢，设备的新友们加油！加油！我是世新大学广播二甲的马怡珊，然后很开心第二次的时候能够进到前三，然后我已经很满足了啦。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在决赛唱到我自己最爱的自创曲《琉璃珠》，我也希望能够在大舞台上面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。龙龙加油，龙嘎给泰雅族的话。大家好，我是袁文康，然后我来自开南大学资传系。有参加过你们的就是海选，然后就是一直都碰壁，然后没想到就是偶然就是参加这个比赛，然后没想到可以进入百人初选。我终于进了华人星光大道了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晨霞，我是来自花莲阿美族。其实很意外，其实我觉得我表演到一半，我其实非常 crazy， 我就疯了，所以拿到第一名就是很感谢老师对我。今年我觉得，大家在歌唱的实力上都是很不错的，然后创作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。那我觉得很棒，这次来参加，很高兴。金元奖是一个在大专院校里面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个比赛，所以我们都对于这些参赛者，不管你有没有获胜，不管得第几名，我们都会希望您继续朝音乐的这条路继续努力，加油。这首歌之前我刚跟我的男朋友分手，然后这首歌他歌词就在讲说就是爱错了人，然后女主角她爱上了一个混蛋，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才发现他是个混蛋，所以我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就是想着我的前男友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。谢谢。Love you.
其实我去年啊，在参加星光大道之前，我也有参加上一届28届的金选奖，而且是因为我原本就认识黎谦呐、啊，所以我是拉着黎谦说：“哎，黎谦走了，我们一起去报金选奖。”结果我在初赛就被刷掉，然后他拿了第二名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今年我还想再来参加。Like when we creep out and she and her out have a new herd. The rumors oh bless your soul. You got your head in the cloud and made a fool out of me. Boy, you bring me down. 星光大道是一个很棒的比赛，就是只要你进去了，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真的会有进步。那我就是有进步，所以我拿了冠军，超开心的。需要改的，还有我唱歌啊，还有他吉他有什么需要改的，然后黎谦也有，就是给我们一点建议，而且他今天也有来现场。呀呀，第一名，真悲爽。呀。耶！希望我们三个能够以后一直在音乐这条路上一起努力。耶、yeah, 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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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Go！